零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思豪。仲有几日呢，我哋零制作的直播功能就终于都可以回复正常啦。咁回归返零制作当然係有啲嘢搞搞佢啦。大家都知道㗎，呢几个月嚟呢，我玩灌篮高手手机版呢其实玩得好夸张嘅。亦都讲咗好耐，我哋要搞一个比赛俾我哋嘅观众玩㗎嘛。咁所以我哋今日喺条片入面呢就正式咁样宣布零制作第一届争霸杯呢即将会举行啦。咁今次呢个争霸杯呢就会由呢条片出嘅时候开始报名。截止日期呢就会去到9月28号嘅凌晨0点0分啊。因为28号呢我就会出赛程㗎啦。咁总数名额呢就32队。当然啦，一啲我未搞比赛嘅时候已经同我讲话要报名嘅队伍朋友呢，放心，你哋我有预留名额噶啦，已经。不过都麻烦你哋进行翻一个正常嘅报名程序先。咁游戏模式咧，我哋就选择咗一个 band pick，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冇阿木嘅比赛好睇啲嘅。咁赛事就系单淘汰嘅 BO3 制啦。比赛嘅先后攻咧就入房嗰阵猜包剪揼决定啦。赢咗嗰个打第一场嘅先攻，第三场再次猜包剪揼决定。呢、这个我觉得一个最公平嘅方法嚟噶啦。咁9月29号咧就会喺夜晚嘅时候开打呢个32强嘅第一场赛事。咁呢场咧大家就入 Discord 自己约战搞掂佢啦吓。详情睇翻报名嗰份表你会见到噶啦。然之后30号到10月3号。将会是16强的比赛，我们每日会打4场，我预计其实半个钟一场。这个赛事我们是会全程直播的，即大家打比赛有观众那件事就开心一点，是吧？另外重点就是今次是比用模拟器的，因为我 check 不到大家，所以模拟器手制全部都是可以用的，当然你不用我都不会逼你的。而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礼物是什么呢？虽然提供到就不是叫很多，但都已经我尽了力地提供给大家了。冠军就是10000的钻石大家自己分，亚军就有5000，贵军就有3000，希望大家玩这个比赛的时候都可以有少少嘅回报啦，所以如果你对呢只游戏有兴趣嘅话，记得到时要留意一下啦。报名表格就喺简介嘅位置，嗰啲咩注意条款嗰啲咧，我就唔详细讲啦。我打咗你都唔会睇噶啦。但系如果你对呢个比赛仲有啲咩疑问嘅话，欢迎你喺影片下面留言俾我，又或者系去翻 Discord 或者系我嘅 Facebook 专业群 PM 我，咁我哋可以慢慢再完善翻成个比赛嘅措施啊。最后系唯一一定要讲嘅条款就系呢个比赛如果有任何更改咧，会以我做准。如果你系唔满意又或者唔中意我嘅话咧，我劝你就唔好报名啦，因为你哋系冇 challenge 嘅机会。你明啦，我费事嗰啲麻烦嘢可以发生嘅啫。总之，我就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嘅游戏，希望玩嘅开心，睇嘅开心。系咁，希望嚟紧可以为大家举办更加多唔同类型嘅比赛。中意睇呢啲活动嘅，记得订阅同埋 like 同埋分享呢条频道。我哋下一条片再见，拜拜 ，peace。